Hello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Travis，今天我们又回来了，Part Four 吗？对，Part Four Receiver to Remain。在这集呢，我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，就如上一集所看到，就是遇到那个，我爸叫我，很多人叫，我去查了，昨天他叫 Mr. X 还是 Tyrone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在很个礼拜，孩子追着我打。我好像跟他有仇一样，追着他，我不好意思嘛。废话就不多说了，我们就，上一集我，对，上一集我有一个 mistake，就是我现在才发现吧，就是我没有拿到，我就是没有拿 diamond key 去开一个 diamond 门，那个很重要，那个里面有，就是一个随身携带的保险。保险箱啊，差不多先这样。那里面那保险箱里面有keyboard 那个，武器仓库里面的 keyboard key 啊，我需要那个，我可以拿多两个背包哥吗？我一进来吧，他就阻挡我，所以我要 plan 好，就是我要怎样去到那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挑战开始，我再看对视，对，就是这个人。不要管，不要管！然后快点拿完东西就跑。是，来，拿完了。可是问题是他们却拿到那个这个东西吧？问题就在这边。可能是在，Hello，Hello there，我凶很凶，很凶，很凶那一种。现在我，让我想想啊，Hello，不要追我哟，我很怕哟。shit！我没有杀死，哦，死啊死啊！是忘记解这东西，不用紧啊，在这边解决啊。稍微有点啊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耶！我拿到了，很刺激，有人玩。尴尬，尴尬。二零几啊？我到203肯定有。然后301吗？有301吗？哦，103。这边绕线，他知道我在里吗？慢慢走，慢慢走。1 hour later。我不知道哪里。shit！我听到声音，刚刚吧。尴尬喽喂！
拿完了。可是呢，拿完是拿完，这个没有用。这把钥匙是可以这么，就是一个问题啊。阿弥陀佛。门就在这边，我回到大厅，我可以 safe 哦。跑，跑就对呀。哦，可以躲的，Mr. X。我还知道这种东西可以砸啊。Hello，Bye bye，boy。这边有高级药。哦，sexy postman。shotgun 子弹组合。没收报告，没收报告上，没收理由在上是，回男子当他以，说说，这个是不要管是那个。那手啊，那个手啊，右手大大哥男生是吧？哪里？塑料袋里面有一张纸，六，什么意思？六，呀，一定有东西啊。哪一个仓库？哇，吓死我！哦，拿到了！我拿到了。
这样有点不对哦。这样这个是锁锁实力还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。我去！尴尬，尴尬。要是我这边有装死的话就很好。哪里？就这样。1 hour later， 我只怕一开门遇到他，我就恐怖啊，老公。他表示很给力，跟你讲很给力。哦，对了喂，很给力耶，太恶了这个。还是追人追到底吗？诶，记者是。我不要遇到他，好不好？对哦，这我还要特地跑回去。啊，那边太暗了，那边没有灯。这边我只要转。不要看我！什么鬼？鸡巴！来来来，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天台，那里有的，那里有的可以那个。这个东西啊，
对啊，我们说他在理人呢。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现在拿这个。好。Am I a joke right now? What? 他不是给我 love? 我已经怀疑这人生了，来来来 ，Can somebody just kill me, please? 我哪帮帅哥讲一句话给我？哦，我看到 ，C B， 我就喜欢，我队友还是乱绕圈圈，乱圈圈，乱圈圈，鬼佬诶，什么人？真的很喜欢绕圈圈。1 hour later.
你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这种时候遇到他，喂，很喂喂。微微，不多哟。我都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听到的声音可是，那巨人吧飞起来，这边应该是不在了，我觉得，没有。快点，然后慢慢走过去那边，不要打扰到那个力哥，那力哥起来我就嗨了。不要靠近我，靠近我，太奇怪，说嗨，其实，哇，老子死。哎呀，别把这跑，不明显，不明显，真是你一我没有死，哇，有种破病啊！我还没死哎，我用了把几发子弹在你身上哦，很多哦，没死，哇，死了，终于把那边的僵尸，头痛，快点手枪手枪，快点，机密，哎，我老。惨了啊！我刀不见了，电死啊！那个巨人要来哟，接下来呀！不要大哥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大家不要，快点！开，走！拿到那个什么图书，那个什么、啊？不要靠近我！大哥，不要！来了，彪彪！什么东西？什么鬼？哦，又在中。管他那东西。还有什么？不重要了，我要一大堆那个你讲，丢。什么鬼？追到来呀、啊！哦，张海那边的。我是总算是拿到了啦，把手。问题是哦，1 hour later。左手边，
那里，这样高清啊？是哦。是我有锁吗？什么鬼？中华指导二位。什么鬼？中华指导二？屁的，我知道了，我在后面等。safe saf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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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fe，很隔离，太隔离了。这期影片就到此了啊，谢谢各位观众收看啦。也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个 like and share，哈，也是帮我订阅我频道来看我最新的影片啦。原来不是看我之前就可以得知啊，我今天影片是几时出啊？就谢谢各位观众收看啊，拜拜。